我记住到 IP 了吗？我在你上面啊，不知道版本了吗？我想说没看到人啊，超级没看到人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安安，这岛好棒哦，送礼物啦，送礼物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有今天有收到蛋糕，好吃吗？来了，还不错，好吃。我蛮意外，那家真的蛮好吃的。把自己锁在房间不出门，所以你是想要送不好吃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想说一个普普的蛋糕，结果吃起来，还蛮好吃的耶。就是某个八十几的那个，嘿，八十四度 C， 八十几的那个，嘿，八十四加一度 C， 840度 C， 哇！感谢大家的蛋糕，谢谢。那应该是熔岩蛋糕了吧？榴莲蛋糕。榴莲，买喽！抽个奖，八八八八八点六！这个叫声可以，今天就是你的日子啊！谢谢，是我的日子，是我的生日快乐，是你的，谢谢。哇、哦，有点卡卡的，可是我啊，比不太够。那你要碰一下音乐就会顺了。真的吗？团团昨天生日快乐！他是不是应该来一下？没有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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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接力给允月了，我已经接力了。你们先就寿星对决啊！对啊，哦好，当各当一队的队长啊！哎呦，好哦，好啊，哎呦，哎呦。影月要大开杀戒咯，昨天的寿星便是今天的寿星啊，到底是哪个寿星会比较厉害呢？啊，就你们两个有铁装，其他人都没有。哦，哇！但是你们死了就没了，就整队没了吗？不会吧？对啊，哇塞，哇，对，原来是国王保卫战啊！对啊，寿星国王哎，寿星保卫战。你从大陆回来了，恭喜！哇，如果这个图一开始出现在海里怎么办呢？不会、啊，不会啊，它会在陆地上。那寿它在实体方块上面。今日寿星跟昨日寿星自己复制啊。好，有复制了，自己是队长，复制一下。等我一下，寿跟左寿的。感谢泡芙。哎，加入会员。这样吗？哦，好，大家安，大家安。冬香，安安，在旁边而已，旁边啦，后面。哦，没看到在这里，有了，等一下哦，不会飞啊，好难玩啊，不会飞。安安，嘿，安安，大家看起来就可以玩这样。那我说，有啦，哈基有理你，有啊，有听到，有听到。有了。因为他跟旁边的人讲话。好，我叫旁边的小声。好，没事。我叫他吃东西，他就会闭嘴。吃东西，叫他吃蛋糕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好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的33个月续订，感谢我自己续订，感谢爱玲续订，三分钟定胜负啊！感谢，超快啊！你们两个一定要敌对，哎呦有有有，刚好，哎呦厉害哦，哎呦，等团等下要赶上课啊！你们两个赶上课了、啊，昨日寿星队长 VS 今日寿星队长，打寿星之赛，够了，嗯、走走走，好，便当，不用动，耶耶，今日寿星同一队，耶耶耶，我可以当很冲的那个吗？我等下赶上课。如果你可以顺便带走几个，我同意你很冲。哎、啊，万一不能带走，等一下等赶上哈基的课。刚刚那首歌叫做《格斗宝贝》。格斗宝贝，格斗宝贝。
多巴加速。哦，甘蔗哎，在旁边哎、欸，他们应该就在对面了吧？等一下，我拿个东西，拿个东西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他们太近了吧？等一下，我装备还没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是一开始就穿好装备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下来他一定会新装。等一下，这个、啊、这个，我来了，在哪里？大铺送葬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死啊？干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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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走！有没有看过我爱罗？再送一次！哎、欸，白痴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有得彩。我的干，我的不是我的，我的工作台。哎、欸，你的不是你的。哎、欸，我看到铁了，我看到铁了，旁边有铁，旁边有铁。这么快？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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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赶快吸，赶快吸，拿去烧。哎、欸，他们刚，他们对面找到那个小遗迹，里面有香。居然是在岸上的那种小遗迹，不知道他们找到什么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哈基，你有那个吗？没有。熔炉、嗯？没有。我先来来来，我挖石头，我挖石头，我挖石头。我有铁镐，我有铁镐。哎呦哎呦，可以的。喂，二零也快死了哎、欸。他们来对干嘛、啊哦？他们一定是怎么了？去找什么？去钓竿？找他们玩啊，走啊！啊哦！哎、欸，白心，你的血。哇！怎么了？他们到哪里去了？他们同队 PVP， 有杰克被二零打、哦。同队 PVP 有这种东西 啊！被埋住了，被埋住了！等一下，要死掉了！我300颗星。哎、欸！啊！哇哇哇哇！圣团团，快点 ，go go！ 哦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快死了！啊！我快死了！有海豚，有海豚，你旁边有海豚，去蹭它！啊，死了！那金怎么在扣血？那金结束了，我们赶上课成功耶！那金在干嘛？怎么自己扣血？有没有意不意外？赶上课了，太快了开心开心，感觉太快了吧？不到五分钟就结束，为什么我又复活了？结束了、哦？为什么我复活了？为什么？啊，对啊，为什么你复活了？啊，为什么我失明？我们有死者出现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们在干嘛、啊？怎么了？我没有装备，他没装备啦，他没装备啦！我没有装备啦！共享生日蛋糕，你直接把对方给杀了！好，吃蛋糕，吃蛋糕，吃蛋糕！你要受一点伤吧。啊！吃蛋糕，吃蛋糕，吃蛋糕！你不是被翅膀？你怎么打那么快、啊？哎哎，谁、欸、刚、欸、打我？你那个坏人！是我打的，是我打的，是我打的。没有，你又看不到是谁打的。我看到影月是透明的、啊，对啊，吃不了，吃不了，肚子是饱的。那我打一下让你受伤、欸，好，你可以吃了，你可以吃了，不会回血啦。哦，对哦，哦对哦，等下现在在玩那个吗？强制受伤，对，受伤也不会回血，他也不会吃。饥饿，饥饿，开饥饿、哦，有了，吃吃吃吃吃完了，生日快乐，耶耶耶耶耶耶耶。不是今天的你吃独占哦，哎、欸，好饿哦，好想吃哦，好多蛋糕、哦，不要去团团多吃一点没关系，你多吃一点，你多哇哇哇哇哇，爷爷也可以吃的开心了，耶、yeah! ，整个的房间都是蛋糕了。真的，生日快乐！其实我们都是故意死掉的，就是让我们去碰想，想说让你们独自，然后我想说把你们 TP 过来，然后让你们争夺蛋糕，结果没想到这场地太小，你们直接打起来，真的是直接打起来，好笑、哦！而且我们装备直接被虐杀，三下就死了。那个时候奇怪，怎么直接打起来了？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谢谢。
嘿，吃吃吃吃吃吃，隐约干掉二零，那应该就是没有套好的、啊。是我啦，不是啊，是不是有心结啊？是杰克杀二零啊？对，杰克杀了杰克杀掉二零啦。是秋风杀 你，为什么要打他、啊？没有，我跟你讲说，你知道你说有同队伤害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你已经回下去了，已经把他打爆啊！全员间谍。在开始之前就先讲好说，今天这两个兽星要不要来玩一下、啊？我本来想说最后传一堆怪物给你，结果你们太快就我直接被打爆了，没得玩啊！啊，应该给他们两个够抗性满这样子，都不会受伤，然后这边啊，哎、欸，结果都不会扣血，都不会扣血，奇怪，哎，结果都打不死，抗好抗满，太快了，一张地图就没了。超快、欸，十分钟。选错地图了，太小了。我还记得我去旁边拿枪的时候，就看到那集，然后那时候还没什么反应，我说：“哎、欸，那集是敌对。”太近了、啊，我就看旁边怎么那么近。不是，超近。正常场啊，正常场。保守看人数是300、啊。观众提供的场地就是沙之岛。沙之岛。沙之岛。上次有那个中介岛、哦，就是沙子、哦，有些地方可能会掉下去 直接的直接崩坏下去吗？对啊，不晓得有没有人会起始点在那个远方。哇，这一棵树吧，场地介绍书，场地介绍书，看一下，感谢，只有两三棵树，他放的也太随性了吧，当然。啊，不会树歪一歪就掉下去了？只有四棵树哦，只有四棵树。中间一棵，四个角落，那就五棵啊，那是五棵吧，四个角落都有一棵啊。哎、欸，有一个角落特别远哎，中间一棵，根本就是边缘人的树吧？那一棵树很难去吧？那一棵，而且如果飞到那被传到那个岛，就过来也很难。你要先把那边的沙子全部挖掉、啊。哇！我想问一下，那个中间空的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浮岛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个化石吧，化石吧，骨头那种骨头，嗯，天然地形，对，那一块自然生成的，对，为什么掉下去？要看高度，限高限高、哦，好，好，哎、欸，这边有彩蛋呢、欸，还是这本来就有？没有两个，三个，啊，那是彩蛋。哎、欸，踩下去就会知道了。这蛋不要乱踩啊！所以这原本就这样吗？还是这张地图的关系啊？啊，加他的二区位吗？十九 W 八七 A 上面就有讲啊，踩上去就爆炸、哦，对啊，对啊，踩上去爆炸了，踩上去爆炸了。哎呦，你看，哎、哦欸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哎，我现在我怎么踩到爆了？我今天踩上去踩到爆。那就来了，十分钟后就会缩圈。好，好，好，没问题，正常了，正常了。OK， 耶、yeah ，哦，二零，哦，寿星都在一起哦。对啊，没有同队伤害了，不要再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就换那个杰克被二零杀掉，反过来。嗯，走下去。耶、yeah, ，不要动！耶、yeah, ，不要动！有一颗西瓜，我想把那西瓜带走。Go go！ 感觉很难打、啊。我想那个木头超少的，很少。你要电路的话，应该都要做沙眼了，要不然就是挖眼。打沙子也要小心。哎、欸，我在这下面。不，你怎么上去？做沙眼吧。没事哎、欸，没事哎、欸。可是，一开始就晚上了，真假的？真假的？他地图的设计，哎、欸、我看你们有些人卡、哦，我重登。什么山？真蝙蝠啦，蝙蝠啦。不是不是。嗯。怪中。怪光生是不是？对。哎、欸，我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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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枯弓掉下来了，这怎么打、啊？加气啊！选手演一下是不是？你们这么 carry 哦？哎、欸，没有血量变数字了、
对啊，它是特别条。我有三个方块，我有很多沙子。其实也不用变沙岩啊，就是就叠上去，直接叠沙，叠沙就好了。对啊，你讲是叠桥吧？有思考的声音啊，我刚就有啊。有点不想上去了，上面感觉我不想上去了，可是我已经掉下来了。他们的声音超近的，可以。还有沙子吗？帮我叠一下。我还有，就。哎，对，打上去就好了。有，可以上来，可以上来了。上面好多怪，白痴哦，谁要上来了？最好是有办法玩。我们可以直接等到晚上吗？要等到白天吗？这有白天吗？不是，跟你讲，上面全部都是怪了。思壳啊，思壳下来了。枯工也很多啊。不是啊，这根本没有办法玩的。或者快！关起来！有兔子！哦，我无敌啊！可头顶这不可以永夜啊！中间有树，可是根本过不去，那边全部都是怪。我站起来跑一跑，活下来了。啊！那这没办法玩呐、啊！那个中间那个树、啊、旁边都是蜘蛛。你也在敲啊？好。然后说敲、okay 啊、敲个往里面走的，要死！我是怕挖到沙子啦，沙子比较危险。我看到远方还有一座，还有一个树木，我看有没有办法过去。可是我现在被小僵尸追，而且是两种思壳小僵尸，一般的小僵尸。我已经快要不行了，其实他们也快要不行了。要当哦。你们加油！你们加油！我们现在很可以，我们很可以，我们超哎死了！哎呦，打到沙子了！哎呦，我这边的树没有怪，加油！我尽量多打一点。我们这边也没有怪尾哦。先把自己埋好。我们要往上吗？还是可以啊！上面很多怪哦。没有，我们现在在地底帮我往上挖，安全，徒手挖。尽量多打一点木头，我现在居然可以活下来了！哇哇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他们应该还在野外跑吧？有机会啊，这里全部都是怪啊！他们还在野外跑吧？用一个楼梯做。